我在公路边草原上找到一块地方，有很多石头。这里啊，我感觉应该有可以捡的石头吧。看看啊，你大概看一下，就这样，有一部分石头。石头还不少，看能不能在这里捡到比较好的。哇，看到一个。哇，这个漂亮。哇，粉红色、红色、黄色，沙漠漆，这洗得更好看。现在灰灰的，天有点暗了。发现一颗沙漠漆，带一点红色的。还可以，就是有点小。哈哈，可我发现什么宝贝了？沙漠漆，这个颜色带红的，还螺旋纹的。哇，可以说这是个精品啊，小精品沙漠漆，红色的，完整无裂。哇，好油润呐、光滑。现在天已经比较黑了，其实。早上一起来就下了好大的雨啊，冬雨吧，外面都是很潮湿的。看看，但是很好捡石头，地上的石头都是很清晰被雨淋的。这就是沙漠漆，好清晰啊，下了雨以后。沙漠漆，我看到一块红的，这里，哇，这有多大？这好像不小哎，哇，哇塞，这块好，拿水去洗一洗。刚才露出来这么一点点，又挖出来有这么大，好红哦。整块红的，整块红的，特别好，我洗一下去。看这一块，好漂亮，哇！这个肉质多好啊，看多大一块，哇，这个不错。哎，外面还有螺旋纹的，立体的，有一点点。这里，哇，这个棒，玉化特别好。
里有一块非常好的一块，看好完整的沙漠气，哇塞，还有立体的纹路，哇这颜色超好看，哇这是块精品哎，肉质非常好，我天，这块特别完整，我搓干净哦，搓干净看一下，看，这颜色看，拍着感觉暗淡一些哦，其实实际上颜色更加鲜艳。雨终于停了，看天上的云，好壮观啊！关注猎奇者，带你体验发现之美。